Hello, 大家好，我是 TOT，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女生呢可能开始穿一些小吊带啊、小背心这种短款的上衣。经过我的千挑万选，总算是选出来了一些我觉得可以适合在夏天去分享的内衣。这些内衣就是为了满足我们能够穿一些窄肩的小吊带或者是裹胸一字肩这种好看的小上衣的需求。所以今天这条视频是一个女生专栏，男生误入。姐妹们，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先说一下我平时最喜欢穿的内衣款式，就是不带钢圈的运动背心，但是好像不太建议运动背心长时间穿着，因为它没有钢圈，所以不起到任何支撑能力，可能时间久的话就很容易形成下垂、外扩等等这些情况。现在运动背心真的有很多款式，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个 VFU 这个牌子的这件背心，就是我收到之后我已经回购了第二个了。这款运动背心它是一个前拉链式的，所以就是相对于平时那种套头的运动背心来说，它的穿法会更加的方便，弹性虽然说不是很大，但如果说你买到自己合适的尺码的话，穿在身上是没有什么束缚力的。这件内衣其实跟专柜价格差不多，我记得好像190还是多少，但它这个材质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就上身之后有被惊讶到。我买的这个是 M 码的，好像还略微有一点点小，所以我打算再买一个大一号的，就是可以换着穿。如果说你平时有固定的时间去健身跑步的话，其实这个运动背心我觉得比店里面的品牌的内衣还要好穿。第二个我比较推荐的是68家的这种内衣，因为68这个牌子我经常逛街的时候会看到他们的门店，因为底裤这个东西跟内衣是一样的，就是你定期要更换，所以有的时候逛街的时候看到了我就会再去买几条。然后他们家有一款内衣，就是我基本上是把四个颜色都收齐了，因为也是没有钢圈的嘛，所以我当时穿上就觉得很舒服，它底下有做一个很好看的蕾丝。我一般在家的时候就很喜欢穿这种没有钢圈的有点类似背心式的内衣，因为它这个三角杯而且垫比较薄，所以我觉得适合各种胸型，就是它不怎么挑，可以买这种小背心就是作为平时在家的时候穿。还有一款内衣的背后是这个Y字型的，我之前不是在 Zara 买了一条黑色的窄肩背心吗，肩会开得比较窄，就是从这个地方然后往下，所以如果你穿正常的内衣呢，这个肩带就会露出来，就不好看。不管你穿多窄的背心，这种 Y 字型的内衣都会牢牢的乖乖的藏进你的背心里，搜索的时候呢就直接打 Y 字型内衣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到夏天我们经常会穿一些一字领的衣服，那像这种内衣呢就不能有肩带嘛，可以直接搜索无肩带内衣。无肩带内衣它上面这个地方都是可以拆卸的，它一般里面都会带一个就是加固的这种弹簧绳。我记得很早很早之前，基本上大家穿这种平口衣服的时候都会用透明的内衣肩带，但是我自己真的觉得那个好丑呀，它就好像皇帝的新衣一样。拜托大家穿平口衣的时候不要再带那种透明的塑料的那种肩带，真的很不好看。因为现在很多无肩带内衣它的材质跟普通内衣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你贴近皮肤的这一层或者是一些收缩的地方，它会在里面贴心的做一些硅胶的设计，这种就是防滑不容易脱落嘛。你只要不是穿着它去运动去跑步，内衣基本上是不太容易滑下来的，所以就是一定要去买这种专门的无肩带内衣。刚刚说的是普通的内衣、无肩带内衣还有 Y 字型内衣，再起来说一下我们平时如果要是穿小背心吊带连衣裙的话该怎么穿。那就要说到时尚，我觉得最贴心的发明就是 New Bra。 很早很早很早之前去当模特拍片的时候，第一次戴 New Bra 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解放了我们的双肩，绝对是最伟大的发明。结果那次戴完之后呢我就过敏了，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也就是近期，我在网上找过一些销量比较好的然后评论比较好的胸贴，买回来之后我就觉得不是粘性不够大，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痒。然后我试过大概四五个牌子之后，我发现了就是这个南极人的这款胸贴。我不知道这个南极人是不是我们经常穿保暖内衣的那个南极人啊， maybe 可能是吧，但是我不知道他还做胸贴。感情深南极人算是粘得比较牢，而且粘完之后也没有什么痒的感觉。其次 New Bra 也不是一次性的，要看它洗完之后的效果，使用感受上来说分数应该是最高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皮肤吧算是比较敏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可以放心的推荐给大家。具体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他们也没有给我打广告费。如果说你平时喜欢穿贴身的露背的裙子的话，你可以买这个回来试试看。它这一盒啊它是有六包，真的可以解放你的双肩，穿上它你就无压力。如果你还没有试过 New Bra 的话，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尝试看看，夏天真的是太爽的。好啦，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夏季内衣的一些分享。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像内衣底裤这些东西都是要定期更换的，其实三个月就该换一次。有一些内衣可能很舒服，但是你也要定时的去更换，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滋生细菌。除了美观之外，健康问题也是要注意的。好啦，那希望这条视频能够帮助到你，希望你还看得开心，不要忘记给我一键三连哦。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
所以呢就很需要一条背后是。那今天就，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吧。